We're being attacked! Enemy contact! Get the angle on him! Got it! Try to reach the beacon as you go. You can climb up from there. And if that doesn't work, you can use the footbridge to your right. Watch out for more jets, unless you intend to get cooked. I'll keep my head low.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如何像终结者一样啊，不怕打。然后呢，主要是用这个散弹枪还有轻机枪啊，冲进去打，然后别人怎么打我们都没事儿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别人干掉。好，先看我们这个主要是在一体里面哈，一体里面加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在这个循环系统，主要是循环系统里边哈。这个生物监测生命值降到 15% 的时候可以立即恢复 100% 生命啊。然后这个活血泵啊，激活后立即恢复最大生命值 90% 啊。然后还有这个生物导体，就是所有液体的冷却时间降低 10%， 这个还可以再升两级啊。这两个已经到传说级了。但是这其他的都可以再继续升级啊。这个非常好，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到你生命降低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恢复啊，就是再给你一条命。然后等再恢复再降下来以后呢，然后再激活这个，然后又给你 90% 的生命啊。然后其他的好，说一下表皮系统，这个有护甲增加150。这个也可以继续再升两级，然后就是电机核心啊，对无人机机甲造成伤害，然后这边操作系统，直接弄这个摩尔科技狂暴啊，按 E 长按 E 可以激活狂暴，这狂暴呢就是武器后坐力降低 10%。武器摆动降低 10%， 近战伤害增加 15%， 护甲和抗性增加 5%， 啊，持续时间15秒。然后狂暴激活时生命值增加 10%， 啊。然后看这个骨骼里边，这个也可以继续往上增加啊，我只增加到精良啊，生命值增加 30%。钛金骨骼负重增加 40%， 因为可以我们这个角色呢就是不能黑客别人了，就是但是可以不停的打别人，然后捡他们的装备啊，但是捡装备呢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的这个负重力啊，负重的增加 40%， 所以很好，可以拿很多东西然后去卖。这边就是全幅抵抗所有抗性增加 13%， 这个瞄准时候可以让时间减慢哈，克伦奇克夫瞄准的时候可以瞄准产滑，还有格挡的时候都可以减慢速度，这个很好哈。突容加速器，当我们被敌人发现时马上时间减慢 30% 啊，这是自动启发的啊，所以很好。然后其他的这个就是强化机件，就是跳两下那个，然后可以跳到一些地方啊，很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属性点啊，属性点我们现在只是32级啊，但是街头声望已经升到50了，因为是我们一直不停的去做支线任务啊，然后或者遇上这个可以打的敌人，然后我们就去是像黑帮啊什么的。在街头然后就去打一下，看我们的肉体啊，主要是肉体20，技术能力10啊，镇定12。先看我们的肉体，基本上肉体都在这个运动和歼灭这个地方哈。在这个肉体里边，我们加的这些呢，基本上就是主要是用于肉盾哈，生命缓就是恢复的这方面。看，就是比如说恢复元气、生命恢复，这个不药而愈啊，然后这个生命恢复
战斗中啊，战斗中和脱离战斗都恢复。金刚不坏啊，生命值一直一直恢复啊，而且速度增加到60%，它就是飞快的增加我们的这个生命。哎，然后这边最大生命值增加15%，然后这个不会被打断生命值恢复啊。然后这三个都是防御啊，比如说这个根深蒂固不会被击倒，然后这个护甲很重要，增加10%，然后还有这个受到的伤害降低10%啊，基本上我们就是上去以后不怕打啊。然后其他比较重要的呢，有这个就是在冲刺、滑铲、翻越时给武器装弹啊，因为我们用这个散弹枪的时候经常要装弹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边跑一边装弹，就是很好。然后这个也很好，就是移动时我们的生命值还会恢复增加15%啊。这个冲刺不会消耗耐力，我们一边跑一边不会消耗耐力啊。还有这个职业军人在战斗中生命值恢复增加30%啊，基本上都是恢复生命在这里边。然后还有防护啊。下面这个歼灭范围基本上就是用散弹枪和轻机枪的这个伤害加成哈，比如说这个伤害加成，后坐力啊，散弹枪很需要这个后坐力加成，然后后坐力降低20%，对我们瞄准非常有帮助啊。然后这些都是伤害加成，伤害，移动时速度增加10%啊，因为我们不停的在跑来跑去啊。装弹时间啊减轻。这个也是伤害率，这移动速度啊，这个是被击倒的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啊。基本上我们散弹枪第一枪把人击倒啊，击倒了，然后起不来了，在地上，然后过去后再给他一枪啊，是这样。好，看我们的技术能力里边，有一个东西很好，就是在这儿啊，就是防爆护盾。防爆护盾就是受到爆炸伤害降低30%，基本上我们不怕任何的手雷啊，爆炸旁边爆炸的东西也不怕，直接走过去啊，没问题。然后就是搜刮一些零件在这个地方。制作呢没有加什么，就是制作一个稀有，可以制作出稀有的枪，然后拆解一些零件什么。好，下面就看主要看镇定啊，镇定里边我们有忍术，这个忍术有一个暗杀刺客，对所有人类造成伤害加成啊。然后抗毒，就是中毒效果免疫啊，不怕毒，所以我们不怕炸也不怕毒啊，不怕，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冷血基本上这个就是没有，每次激活我们运动速度都增加啊。然后运动速度增加，然后呢抗性增加啊，抗性增加，然后护甲增加啊，这个爆头伤害增加，这个生命值也增加恢复啊，然后我们5米范围内造成伤害增加10%啊。这个以后还可以再继续加远处的，继续加远处的，它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哈。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就是受到的伤害可以降低5%，然后还有这个哈，就是什么流血啊、中毒、燃烧、电击什么效果都免疫啊，如果能加到这儿的话，就是非常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32级的时候就是加这些，已经是基本上在一个任务里边不怕打了哈，怎么打都打不死了，这个直接过去用枪到他面前瞄准打两下啊，这就是我们终结者啊，金刚不坏体。11%! Shit!
Let's go.